Ooh, that sugar sweet, you got what I need. Sipping on the potion, all that good emotion, just my kind of heat. Keep it on repeat, tested by the potion. Loving this devotion.你好，我是洛克。我们今天来到三坑老街。三坑老街呢，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不同意义的一个地方。一个最早从租车开始折磨自己，然后到上瘾的地方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开始骑脚踏车就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从这里绕石门水库吧，然后骑了一次罗马公路。我们就相信说，骑过70公里的我们，能够骑完150公里每天的环岛。对，没错。后来我们就去环岛。我们在这里骑完罗马公路之后，我们挑战成功之后，我们就去环岛了。然后就每天天还没亮就骑，然后天黑了还在骑。这就是三坑对我们的脚踏车的一个渊源。对小狮子可能没什么印象，他从小就是来这边被载，所以呢，三坑这里呢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三坑为什么这边会发展成一个老街，对不对？其实以前三坑这边呢是属于大汉溪的河道，底下有一个叫自然生态公园的地方，那里是以前的渡船头，所以以前的大汉溪的河道是很宽的。然后后来因为石门大郡跟石门水库兴建起来之后，就把这个水量减少了，所以河道就缩减。就是早期大溪的发展是靠河运，所以从淡水那边进来的时候，它可以把一些物资啊。运送进来跟运送出去，所以这里算是一个靠河发展起来的一个老街。所以我们每次爬的要死那个坡，以前那下面是水。对，以前那边是水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坡坎。对 ，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待会带大家去底下的自然生态公园，还有一个叫大坪虹桥的地方。然后最后呢，当然是要找吃的。那吃的要找吃的什么地方最多？大溪。大溪，对，来去大溪找吃的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走吧 ，Go。好。Love that we'll never need to hide. Love will always rise above. Whatever comes, we will be just fine. If I am yours and you are mine, take my hand and let's fly away. 这边是大坪的聚落，我们看到左边这边有一个指标，可以往虹桥的方向。Hold me close, I want to feel your love.Together we are free. 要进大坪虹桥的那个路比较小条哦，所以要注意看一下它的指标。这里呢禁止大型车辆进入，但是你不管是机车或者小汽车，应该都没什么问题的。大型车，你是大型车，你多大？我轮径20英寸，是哈、哦，700cc 哈、哦，大型哈、哦。好了，这边路比较小，注意一下。我们现在溪谷是在我们的左边，你看到这个土地公庙呢，就差不多已经快到了。好，这边有两条岔路了，我们往左边下去，浅降坡这边稍微。速度慢一点，而且地很滑，对，屁股往后坐，重心往后放，然后刹车稍微点一下，慢慢的，刚刚用你能控制的速度下来，顺哦，不要停住哦，然后找到缓冲区，再减速一点，把自己的路径拉直之后，再顺的下去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大坪虹桥。那大坪虹桥呢，这里呢是我目前知道呢北部还算仅存的一座糯米桥。知道什么糯米桥吗？就是不是摇一摇不移，然后不移得乱来哦，别讲。我跟你讲，糯米桥他们这个桥是用红砖建的，当时没有很好的那个接着剂，当时没有水泥哦，有石灰水泥，但是为了想让它更牢靠一点，所以他们在调和的时候用的糯米水，就是加浓的糯米水来代替一般的清水，那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桥的使用的
年限能够更长。那这座桥当初的新建呢，是由三个，我记得典故上面有记得是三个望族来出资一起合盖的、合建的。那为了就是要让这边的居民呢，能够不用这样涉溪水过去，因为有时候当你雨大、水势大的时候，你要涉水其实是蛮危险的。那从那个方向上去呢，可以去赏樱花。那这边属于清水步道，那它也可以到三坑老街。这个地方整个三坑自行车道呢，它可以接到大英自行车道，然后也可以通到大溪老街。下一站我们先去哪里？先去三坑那个公园，自然生态公园。好，走。这个海拔来讲，比想象中的凉，凉快哈、哦。溪水是流动的、啊，真的二十度真的超凉快的。而且你看这背景是红桥，水哈、哦，桥很适合来这边踏踏青。应该不能烤肉吧？不行啦，这里不能烤肉啦。这是有水源保护吗？还是有？这里是水源保护区，是石门的上游。对，这是石门的上游，这是水源保护区。你们都在喝我的。喂，多累吗？三坑老街它没有发展起来，是因为它是在水源保护区，它也是在算禁建范围内。反正就是因为它禁建，所以它保留它非常原始的风貌。如果不禁建，其实你看很多老街哦，都已经因为需求了，然后改造成不像当年的那个样子。别喂了，有点给我吃吧，喂鱼喂光了，我还没吃到哎、欸。你在？我下去先跟他抢就对，我跳下去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坑自然生态公园。那这里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它的样貌已经变化非常非常的多。最早以前呢，大安溪河运还相当的繁盛的时候嘞，这里是三坑老街的渡船头，对三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那后来大郡的新建跟水库的新建变成了河道缩减以后呢，那这里呢也就荒废了。这里呢还没有整建成自然生态公园之前呢，曾经有一阵子被大量的倾倒废土，然后后来慢慢的经过整治之后，才把现在的样貌规划出来。三坑自行车道呢，很多区段呢是属于产业共用道路，弯道处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是不是有突然出现的对向车辆。三坑自行车道的路幅不是很宽，那甚至呢在这个路面上会有一些沙石哦。通常只要进入这种洪汛期的时候哦，它都很容易就是这边会淹水，就会把一些泥沙从河里带出来。那所以地干了以后呢，就会造成大量的粉尘。如果你经过这一段，还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安全。好，慢点哦，慢慢滑过去哦。冲啊！冲你个头嘞！积水啊！哎呀呀呀呀！我的手越来越黑了。怎么样？你的手越来越黑了？原本白白的，原本是白白圆圆胖胖的。现在好黑哦。黑就黑啊！你看，男生也怕黑哦。现在是黑黑圆圆胖胖的。对啊，你还是一样啊，黑黑圆圆胖胖的、啊，你没有变啊，只是变黑黑而已，没有变怎么改变、啊。我是黑糖珍珠。哦、你在干什么？为了拍你们，差点聊到水坑里面去。七弯三坑起水坑。那真的真的是最后一幕哎。你到底是在推他还是在拉他？拉他。你在拉他干嘛？他自己都快骑不动哎，拉他。我要休息，他需要减肥运动，增加肌肉量。哪里呀、啊？左边。我绕回来了，没有，没有绕回来啊，绕回来了，绕回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迷路了，我在自行车道迷路了，我们绕了一圈，我们又回来了，所以好，再骑一遍。你的脚干嘛？我脚干嘛？赶快再链条是怎样？链条说他喜欢我。我们要右转啊！我们要右转啊！
我们刚刚就该右转了。哎呦，记得这里要右转哦。反正这边指标很多，就是稍微路口留心看一下。因为太久没来，我也不太记得这里到底是东南西北怎么走。左边。好多白鹭鸶，超多。白鹭鸶好吃吗？有。你问的奇怪问题。我想喝甜到爆的东西。第一摊煎蛋，先买两件就甜到爆啊！哪一国吃法的呀？啊，你没有买过冬瓜。来到大溪呢，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大溪豆干，就是那个老阿伯豆干店。那是我吃过大溪豆干，因为我们本身在地人啊，大溪豆干我觉得要吃比较道地的，还是要吃那种完全不用沾酱的，它就是直接酱卤出来染色完。对，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保存方式啊，就是它制成方式呢，它是用糖来上色，但是它糖是把它碳化之后的糖，所以他们叫糖屋坑屋。哦，这是一种技法，就是当地业者他们的一种豆干上色的一种技法。那它这种做法呢，可以让豆干的保存期限呢更久，比较不容易酸化，因为豆制品它很容易酸化，所以加上这一层外面的一个类似镀膜吧，它就能够达到一个保存时间加长的一个成效。所以没有那个东西是什么颜色？白色的。所以豆干本来是白色，豆干做出来都是白色，就像你看到的豆皮啊、豆包啊那个颜色，它是那种颜色。对，那我们来去买那个最传统味道大溪黑豆干。大溪大房豆干，创立1922年，哇，快100年了，看一下有什么不一样。摸起来硬硬的。摸硬硬的，对，没错，大溪豆干就是吃起来特别的。它不用沾酱油，不用吃辣椒什么，其实它就很好吃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豆干买到了，然后再来呢，还要吃什么？车轮饼。好，我去买车轮饼。耶，好，走。这是什么啊？里面有冰淇淋的车轮饼。这个不是大溪名产，可是是我们每次都会骑脚踏车，只要算是休息的就会来这边吃脆皮车轮饼。来哦，大溪豆干。大溪豆干跟一般的豆干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你看到吗？它的豆干呢，外面这一层呢，它的是用红糖去熬制的，然后把它碳化之后变成，它名字叫糖屋坑屋。它的豆干的质感呢，它是属于那种很厚实的。大溪豆干嚼劲特别的香，所以呢，如果来大溪，就记得一定要顺手买一包回去。来大溪买豆干很简单，你就看哪里排队，你就去哪里排就对了。基本上大溪豆干我觉得没有雷区的。可是如果说你觉得这家好吃，那家不好吃什么之类，我觉得那是个人口味。有一句谚语叫做“吃豆干喝这干”。啊，你吃那么多，怎么还没当官？我们今天轻松吗？我们今天轻松吗？不轻松。我觉得。你闭嘴。可以，什么叫不轻松？我觉得可以再早点出门啊，因为现在在大溪这时段回家很热。中午要爬大溪坡回去是蛮热的，对啊，主将就要麻烦大师的推一下。那他等一下还要跟我打赌说，他等一下请我的话，就是我明年要买那个偶像的套组给他。哦，是哦，他跟你下战书哦。好啊，那到你们大溪坡拼一下好了，那我就后面看戏了，没我的事啊。那就这样，如果喜欢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现在黑掌珍珠出发了，现在2分钟后准备。再去追其他，对，已经不见人影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出发！这两个毛起来我也追不到啊，跑远了，不见了。被追到了吗？我拿掉了。你被追到了、啊，让2分钟还被追到。就那一段，那石头给我麻掉。好了，那一组多少钱啊？三档小台。这么贵啊！好了，把发出一半了。